不能今天演出是影响别人去壮大家己的声势嘛，无必要嘛。但是有的人嘛，伊要变变着，啊，规工只歌王伫遐变变着，对无啊？哦，三二斤、五二斤，伫遐伫妈伫遐变变着，请教一下，这教歹囡仔大细呢？我过去嘛会啊，来，我先讲对不起，而且他不是风向吗？要吃套嘛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嘛。你要去搞别人嘛，不要去搞一些有能力的人嘛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接下来要跑法院的吗？知不知道接下来跑法院不能带小姑压他？能够了解吗？你知道当到那时候开庭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过去的，有时候你要去蹭别人流量，你今天要去思考清楚嘛。有些人你不要去碰嘛。我们不会因为今天，我们今天为了自己想红，拍一个似是而非的影片，然后断章取义，然后整天讲别人不好，然后自己就是对的。但这人爱他功德的，爱情馆长啊呢？馆长讲话讲讲道德，馆长讲话非常之功德为佳。你看卖啊，伊讲伊家己的点头，别人拍影片讲伊的点，但是伊家讲伊的点，伊未去讲到别人安怎不安怎拢未。这个叫端正社会风气呀、啊。所以大家要设定追踪馆长陈志安，大江南北各自闯嘛。南泥记载属风很出奇，属龙公凶，各人努力嘛。那不能今天你很出奇，影响别人去壮大家己的声势嘛，无必要嘛。但是有的人嘛，伊要变变着，啊，规工只歌王伫遐变变着，对无啊？哦，三二斤、五二斤，伫遐伫妈伫遐变变着，请教一下，这教歹囡仔大细呢？我过去嘛会啊，来，我先讲对不起，我过去三四年前我也会哦，直播也会变变着。也会 A 三字经五字经，来，我先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我过去我不可以骂脏话，现在不能骂，因为我已经改了。我不像别人呢、啊，巨哥王每天在那边骂，哎，三里经五里经，哇，你讲去停着人啊嘛？我看到即摆方向无，完全无同嘛。因为啥？哇，你讲海水退潮就知道谁光屁股嘛？这就是实在话。我三四年前会伫直播骂三里经骂五里经，我先讲对不起，但是我无像某咪人啊。规工伫遐变变着乌白天，为着流量乌白天，啊，即摆咱会回个出来听，因为方向唔对啊嘛，这个物件大家看有嘛。来，我讲到重点，你看主细微底，我就讲好，来，我们全部都不予回应了，我们全部做爱心公益。那你看，今天他又跑去，我要讲就是说，当今天疫情那么严峻的时期了，你懂吗？代志是大的讲好啊，等麦哥延续落去啊，浪费社会资源。我讲坦白话，屏风做龙要创啥，新风做龙要创啥，靠什么意义？蹭热度不是这样蹭的嘛？啊，这可以人家给要创啥？去那边打个卡，留个念，没有意义啦，好不好？在这个五月五号。哦，运动场的这个制约啦，哦，这个是确定是取消了啊、哦。那这件事情在几位这些哦，我们这些老哥哦，这些哥哥长辈的哦，他们这些的关心之下，那目前哦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啊、哦。OK， 等一下哦，我们到桃园体育场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桃园体育场，来，五月五号下午六点，五月五号下午六点。我如期赴约了，那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不会下车，我不会下车，因为我不希望造成社会负担跟防疫的破口。这两天因为较无闲，哦，我囝一个在发烧，哦，所以说我会去顾小朋友，哦，这几天比较忙。来，主席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今天去做爱心做公益，刚刚到三重去，哦，那去跟这个。哦，蔡清泰泰哥，我们一起去这个清寒家庭跟低收入户哈、哦，我们挨家挨户的哈、哦，来去做这个爱心公益哈、哦。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哦，今天来呼吁这个重点的重点在于，从四月三十号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要再回应这些问题。哦，你像威刚、追哥王、哦水果王，对不啦？因大家都要变变叫。你们去看一下这几天有大律师、名律师，你们去看一下他们 YT 嘛。来，我讲到重点，你看主细微底，我就讲好。来，我们全部都不予回应了，我们全部做爱心公益。那你看，今天他又跑去第一个
今天浪费社会资源，哦，兴风作浪，再来，今天他又去，你看，让这些警官大人那么辛苦。我讲句实在话，你这样的做法到底用意在哪里？我要讲就是说，当今天疫情那么严峻的时期了，你懂吗？该几时大的恭贺啊？等麦哥延续了一下，浪费社会资源，荒唐卑微，凭空做龙没创啥，兴风作浪没创啥，靠什么意义？趁热度不是这样趁的嘛？我一直在讲，代志大家，你本来就爱打工嘛，你不应该今仔日很主席讲好的物件，又搁底下兴风作浪，啊，坐客人家给要创啥？去那边打个卡，留个念，没有意义啦，好不好？